向老师行鞠躬礼，老师好。同学午安。 请坐。谢谢老师。我昨天讲说那个骆宾王、陶武、赵熙，我就顺势讲了。我写一下，把杜甫对他们的批评写给你啊、哦，你就会印象很深刻。 谢谢。顺便想到初唐四杰，举这首诗给你，你看一个开创社会风气或是走在前面的人是蛮寂寞的。呃，人家也许不了解你，然后就对你有一些批评，有一些嘲笑，但是最后谁留在这世界上？所以杜甫啊，就曾经对初唐四杰。 就是王勃、杨炯、骆宾王，因为课本有了就不写。鲁照林所以我们习惯讲王杨鲁骆。啊，说王杨鲁骆当时体。各位那时候律师刚开始，初唐时期，五言诗、五言律诗，本来自由化的这个诗慢慢要遵守规矩。然后哪些人开风气先做？就这四个人：王杨鲁骆。啊，他们五言律诗写的蛮多的，蛮工整的。 所以好多人就批评说，你这样的绑手绑脚这样子做，然后再推敲平平这这平平这呃平平平这这这这这平平这这平平这平平仄这平，你这样子玩这个东西，究竟能够传多久，流传多久？所以啊，杜甫前面两句是在讲王羊如若当时提啊，就写五言律诗要走律发展律师这个路子，轻薄为文省未修。 哎，大家都嘲笑你们轻薄为文，哎，那个装模作样在做这个形式对句，哎，大家就嘲笑他，嘲笑个不停。但是最后两句，杜甫给他们的历史评价：尔曹身与名俱灭。这个尔曹，当然如果你顺势来讲，你当然可以连接第三句顺势来说，你们这些批评的人呐、啊，到最后是生与名俱灭，没有人知道你，可是。 不费长江万古流，王羊鲁骆仍然在后人的心目中一直流传万代。说批评的人反而默默无闻，被批评的人反而大家知道。你看，律师就是他们推展律师，果真这个诗就变成了唐朝的主流文化，如何如何这般？哎呀，他们开风气之先，果真是对的。所以尔曹身与名俱灭，可以这样顺着这样说。另外也可以说，你们呢、啊？ 别人批评你没有关系，你们是生于民俱灭，不可能，因为他名要留，所以第三句仍然是主张是批评人家的人，你们生于民俱灭，不会长江万古人开风气的人，人家还会会想着他，所以这是借着杜甫的诗，这样是认识王阳鲁洛。那每个人都有一些作品，全当是你们可以去看，有些人还写的文章，就像骆宾王有《讨吴兆》。檄》。 然后这个王勃有《滕王阁序》，各位如果知道你画秋天的景致，常常讲的两句话，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他讲的呃，王勃，啊，这个另外我昨天讲到了这个事情，《送为子之心悲两有一也》，元君生之流涕，其独然哉？我本来以为说这陶武造写，我们以前高中课本都应该很容易，后来我一回想又不太对，你们又不是中文系啊。 知道这个典故的举手，知道吗？我本来以为是 common sense，你的。送为子，为子新碑听过吧？所以我哈，因因为昨天这两天开始上，我说我想每一个都我都要问一下，你们究竟有没有人懂这样哈？因为你们没有那个中文背景，慢慢这样上来，来自不同的区域哈。你知道为子就是谁的哥哥？商纣王哦，纣王。 同父异母的哥哥，然后商周武王把他们灭掉之后，然后对于这商朝的移民，他就把位置封在宋这个地方，就是我灭了你商朝，然后你是你是这个这个商朝的王室啊，我就给你一块地叫做宋啊，你就在这边宋为止，然后他走过了，虽然改朝换代，周天子在在位，然后我是商朝的旧臣，走过了我以前走过的地方。 他一片难过，看到书离，哎，那么样的长着方艳蔓草，他就写了《赶上的歌》，就写了《麦秀歌》啊。以韦子奇就是他，韦子应有三人焉，其中一个就是他。所以我们以后只要提到了熟梨，麦秀之诗，或是麦秀之诗，都是讲对故国的想念，因为他做了《麦秀歌》，所以韦子就是指这个人。 所以你看看这个，呃，讨武造喜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礼堂的天下被那个武士这样子乱，我们能够不那么样的警惕不起来？大家拿着正义的旗帜来反抗吗？啊，来推翻他吗？等等，就讲这个啊，看到自己的国家那么离乱，我能够不心悲吗？袁君山之流涕，其突然哉？袁君山是谁？ 各位，这个版本呢有两种啊，所以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们那时候高中练的，也就想说，后来我睡觉的时候就会有点不安。你若背的话，有些人变成环君山，有些人变元君山。各位，这是两个人哦。如果你变环君山的时候，就是环谭；如果你变元君山的时候，就是元安。他们两个人都叫君山。好了，现在来问题来了，哪个对啊？ 各位，如果你是桓君山、桓谭，各位都要很我我又讲说，各位知道了，应该不知道了。桓谭有《新论》这本书，啊，桓谭这是后汉光武帝时候的人，汉光武帝，结果他看到这个常常对于时事他会有谏言，光武帝当然是一个忠心之主，但是他当时他们常常喜欢引用伪称之说，啊，一语成谶的谶。 啊，比如说从汉代开始，他们在讲儒家经典，常常把阴阳五行讲进去，啊，就有点说你在解正道讲易经的时候，突然谈到穿插一些算命，类似这样，结果这个桓谭认为这不是一个儒家正道，啊，常常就要说，没想到他就被贬官，郁郁而卒，啊，这个不得志。如果你用桓谈来讲，它就变成还君山，有些版本。 如果你用元安来讲，它就变成元君山。有个版本，元君山是谁？是汉哀帝时候，汉代末期，安哀帝。但是外戚秉政，哎，就是皇太后这一边的人秉政。我们常讲说姻亲关系，姻亲关系，姻是站在男孩子的关系啊。我们说姻亲，哎，他是我的姻亲。我们说结婚结婚嘛，你会就有一个婚姻婚姻哦，啊，姻亲关系是女方的家属这一边。 所以那个外戚就秉政，所以这个袁安只要一提到这些外戚古乱的朝政，就痛哭流涕啊！所以两个人的作为是不一样。当然，学学界也有人考证，说在那个时代，“元”跟“环只是一音之转，应该是“还”弹才对啊！我这个我只是告诉你，假如说你去看到有这些说，那现在问题来了，“元”跟“环这两个字差很多啊，为什么认为是一音之转？ 阿里基马都涉及到立干、野羊、公、满、南、固、华啦假设那时候的汉语啊，是我们现在的闽南语系统下来。还怎么讲？七环公的环“还”还，元怎么讲？玩有没有注意到它的韵脚是很像？所以有人主张说，袁君山根本不是，应该是环谭啊。就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就好了。都是关心朝局，一个是怕外戚。 乱政元安，一个是怕那个伪称之说鼓乱了儒家的社会价值，而痛心的陈述，啊，都不得志于死啊，所以这两句话是这样。那至于骆宾王那个呃，卖秀黍离卖秀之诗，这刚刚讲了，就是国家沦亡，朝廷沦亡啊。你们哪一个字不会写？黍是吧？离离离别的离，离开的离啊，熟离。 他突然讲树长得离离，树长得非常的茂盛，哎，那些杂草都这样，稻谷都不长了，哎，熟离麦秀，哎，就看到以前商商朝的田野杂草漫生，啊，熟离麦秀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些呃长得没有没有长长起来，哎，就感到非常难过。所以有这四个字就是讲，哎，国家沦亡，故国之思，黍离麦秀，想到从前应该是这样这样，没想到今天是这样这样，哎。 慢也不休，熟也不离。嗯，好，这是上这个呃呃昨天讲的了因，因为这个下课我突然想到，我讲王阳鲁洛啊，朱唐四杰。假设你们不知道都没有关系我都问一下，我就会补充一下，你们就懂。那我们今今天啊，继续往下面看昨天的，昨天讲到刘禹锡的这个对子，我们讲过了说，说字数要等。 意义要相关，类别要一致，类别一致要一定要有概念哈，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有些是同类，有些是异类，啊，那个都没有关系，啊，呃，我们也看到有同类对同类，异类对异类，同类对异类，异類,类对同类嘛，对不对？反正都是名词，大家都可以这样活用，啊，然后再来就词性，啊，动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这样子，然后平仄，啊，你这平我就这，我是这你就平，要这样对。 然后我们昨天用这个标准看到的第三，我们说它类别都一样，对不对？你看柳树植物，重兰的兰是植物，举袂的袂，我们的风是自然现象，露自然现象，风露。我们看那个名词，先看名词，袂是人用的衣袖啊，属于我们人。金也是人类的绢帕，类别是不是近了？ 完全一样哎，很不容易哦！你要对句哦，每一次想到这样哦，就好辛苦哦。哎，我讲过哈、哦，你们的第一个工作，我们讲，我们这样来说了哈、哦。我们讲到第五个的时候，啊，东东将之，啊，维那个讲到维运的时候，讲完，你们就开始为自己的名字取个相对的字号。啊，假设你叫做，假设你叫做。 其恩，那么两个字就叫做平平，你去取个字号叫做这这的，这样，懂了没有？啊，然后我来看，哦，看你们怎么取，嗯，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回去看的啊，记得哈、哦，我们要做这个功你现在就可以想，哦，我叫做什么什么，哦啊，一个字的，你就想到哦，还真的有一个字的哈、哦，你也要取两个字啊、哦。 如果你你的字是平声，你就想两个仄声的，这样想看看，努力的看看，啊，它是仄平，你就平仄；它是平平，你就仄仄；它仄仄，你就平平。啊，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字哪个字叫做仄声平声，因为四声我们马上就会讲到，没有问题吧？哈，好好的想，保证有趣。然后等到上平上平声教完，我们就开始做对联；下平声全部教完，开始作诗。 啊，然后让我感觉到这个诗有那个样子，我们就算结业，我这门课才结束，不然我就一直讲讲到你听不完。不要，我没时间了，我们看书下去。所以我说这个类别，如果你看，哎呦，他也对的那么好，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了哈。植物对植物，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啊，人类所用的器具器具，好凭着。各位，我昨天说过了啊、哦，我说五言诗句式是二三。 七言诗的句式是四三，那么二是一个最基本的单元，所以如果到四七言的时候，清明时节，你当然把它切开啊，清明一个单元，时节一个单元，路上行了，路上一个单元，行人一个单元，切四。可是下山你在切的时候就不行，你看雨纷纷，它是一二，最后一句杏花村，哎，抱歉，清明会背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对，所以你看，你看底下“雨纷纷”是一二的结构，“纷纷”修饰那个雨嘛，是一二。可是“杏花村”呢，二一，对不对？“杏花村”名字嘛，对不对？就好像台南县二一嘛，这个你都会背，会会会区别嘛，啊？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那下山你还要注意是一二或者是二一哦。那你知道在读书的时候什么地方拉长音就不一样哦。清明时节雾纷纷，最后一个“分”拖在音，清明的“明”拖音，“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第二句拖在了。 第四个字跟最后一个字押韵字一定要拖长音，不管是五言或是七言。家门酒家何处有？牧童里遥指杏花村。你看杏花村雾昏昏不一样，有没有看到？所以你这个懂了以后，比如说《将进酒》，陈夫子，秦虎子陈夫子。 可是元丹丘呢？丹丘是名字啊，你不能说丹丘生，没有人这样练啊。嗯，你说韦永先生，你不能说韦永先生，还有人这样练，没有人这样练嘛？啊、哦，你的元元丹丘你就丹丘生，你就会在下面。啊、哦，所以你这个东西，只这样一讲，你大概诗的结构，你大概都很容易瓦解了，对不对？好，呃，五言哦，原来是这样拆开。 下面的三个字可以是一二或二一，所以你会变成了句式结构二一二啊，或者是二二一嘛，啊七言你就会变成二二二一二二一二,二，句子的结构就那么单纯。但是有人要说破你才知道，哦，原来三字句还要再细分。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平仄讲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分你就知道为什么叫做对一半啊。 因为你下半节的节奏，你不能说平平平，这这这，你不能这平这，有人觉得不和谐不协调。可是你看看我们例子，我们把它打个五个条件都合的。弱柳啊，词、呃、性我们刚刚讲了哈，那个名词那个柳跟南类别有了弱形容词形容柳，从形容词形容兰，从风动词名词动词们浥露浥就是沾沾了露水。 啊、哦，然后举昧举是动词，昧是受词，沾金沾是动词，金是受词，完全一样词性，有没有看见？啊，都也一样，所以啊，它这,这个任何一个条件你摆下来都合好。最后我们看平仄啊，我刚才已经先讲平仄，弱柳这这，重风平平。好了，我说两个两个作对厮杀，那其他的这个单。 单独的那个摆在哪里？要么就是摆在七言，摆在第五个字；要么就是摆在最后一个。比如说“弱柳”是两个“仄仄”，“重风”是两个“平平”，“举面是两个“仄仄”，它就摆在第几字？那个平声摆在第五字，啊，相对的，到你往下看，“平平”两个字，“仄仄”完了以后，后面是“平平”，那请问剩下一个“仄声”是什么？就摆在第五个字，所以你就会哦，原来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的名词叫做排列组合了。 平仄的排列组合，把它组一下，所以你会讲这这平平平仄仄，它不就对过去平平这这这平平。我们在古书哦，你们只要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平仄有些就直接给你写平。它这个符号啊、哦，我这边是用我们一般的简单的符号，啊、哦，各种符号不一样啊、哦，这是平声。 啊，假设我们的平身，你用国字，啊，这个叫仄声，有一种符号，这个就叫平声，这个就叫仄声，有一种符号，这样叫做平声，这样叫做仄声，你去看，哎，仄声，嗯，然后你如果看一个这样画，一个这样画，或者这里头它打两个打在一起，这个圈圈它突然这样显示。 一个显示这样，哎，古代人哦还是很聪明的，我跟你讲，哎，哪哪那个对对和和谁，那那个对和谁，好,好，我啊、哦，这个要叫要叫你们来学书法哦，来涂一定要画圆哦，心要正哦，然后这样，知道什么意思吗？ 所以你如果看古书，哦，原来是这样啊！今天那么一讲，你说其实没没。所以我们常,常讲哦，读书啊，为什么叫你说文章一拿，你要先读序啊，然后你要先看他的平声、国字，你懂了。我们用画一横就叫平声，画一杠就叫仄声。那我要圈圈来表示，全部空白的就叫平声，啊，全部圈圈的就叫做仄声。好，那现在有一个地方啊，不是说第一个字可平可仄吗？ 如果是七言诗，第三个字可平可仄吗？好，那我怎么表现的可平可仄。好，如果这个地方该仄声，你可以用平声。你要先看仄声为准，然后你偶尔用平声。好，仄声推推过来，它会半圆圈。应该仄声，它可以平声，一定以上面为准，下面是附数。阿弥陀佛，这样听得懂吗？哦，那边远远的可以看到吗？ 不好意思哦，这个因为我我我没有画在那边。同样道理，应该是平声，然后你可以做侧声，他就写这样。然后他的平声白的就会留在上面，侧声就会下面。嗯，所以大致上你这样想好。然后至于后来那个标点，我们新式标点的人家那个，你有时候不必管它。你你就我们的诗的节奏啊，什么逗号、逗呃分号什么，你都不要管，你就用这几个符号一表现人家就很清楚。啊，可平。 这这好，所以你看看，他没有一个字出律，连一三不论，他都论，所以我们说这是非常标准。今天如果我写弱柳，我写了柔柳，格律合不合？当然可以合，因为柔在第一个字，它不在关键的第二个字，因为二四六是绝对不能乱的，要分明的，知道哈？啊，这个千万记得，这是第一个条件。来，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你很熟了吧？由山西村陆游的诗，我们常这已经变成一个，现在变成一个俗语，本来是人家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把前面的那几个条件讲起来，四个条件不合，四个条件都合，只有类别不合。 OK，抱歉，好，说、so, 四个条件结合，只有个类别不合，啊，你看，山重平平，柳暗仄仄，水复仄仄，花明平平，一无路平平仄，又一村仄仄平，那个一一绝对是入生字，哦，这个东西啊，我下一次会让你们做基本功课啊，一东二东开始，我们开始上到利用对应，马上下礼拜就开始了啊。 你就上完一段，你就开始标。你现在回去尝试标，慢慢听听我讲，有标。哪一天我来检查你的课本标对了没有？开玩笑，我一讲了以后，你就你当然都对了。但试着标，比如说一二三四的一，我就提醒你这个地方，你不能一,一不能一春柳暗花明又一春。我就很自然就会这样练啊。讲闽南闽闽南话的时候，我就很很很 OK 了啊。所以你你看他的平仄全部和。 哦，呃，词性啊，呃，名词对名词，啊、呃，三重哎、呃，形容重，形容山柳岸岸新，呃，词性都一样，但是只有一个东西不合，叫做类别不合。哦，我们刚不是五个条，刚刚前面讲的五个条件吗？字数相等啊，这个意义也也也也一样。比如说啊、呃，呃，这个山水弯弯曲曲的，以为是没有路了，没想到转个弯，柳暗花明，又看到一个村庄。 啊，所以意识的连贯性，我们讲的意识相关，有的时候是并列相关，有的時候是上下相关，还记得吧？我们说流水对吗哦，有时候是上下意识一关，啊，有时候是个别成立一个意识啊，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弱柳春风一举眉，哎，重来易路四三进就个别意思，啊，我是柳树，挥挥手跟春天道别；我是兰花，落泪跟春天道别，讲的都是同样一个道别，但是不一样，你是挥手。 好事，但是这个就是山重水复无路。我我过了重重的中中山，过了水，已已经以为说没有路了。答案在哪里？柳暗花明，就没想到拐个弯又看到另外一个境界。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一个人碰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什么，有时候如果你的信念不要动摇啊，那么一念之间，很可能另外一个天地就出现。就常常用在我们人事上了啊、哦，叫你不要灰心，柳暗花明，总有没有过不去的事。 啊，那类别不同是什么？如果你把它看作对句，意思它可以连贯没有问题。山是什么？山川对不对？山柳是植物，类别不同，对不对？山是我们看的地理嘛，那个柳是植物嘛，所以类别不同。你看水是地理，花是植物啊，只有路跟村路，你说道路跟村庄，也许有些。 人走的地方，人住的地方，也许那个，但是山水柳花不同类别。好，这是第二个层次，类别可以不一样，也可以对。也就是说，有时候你想不不不必那么苦思，我我羊一定要想到柳吗？不一样啊，我叫一个仄声字也可以啊。我随便举例，假设我们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那么天对地，那么雨对风，那么如果是路对风，能不能呢？ 露水的露，当然也可以啊。如果你从宽一点，因为这个路跟风、风露、风露都是同样的，呃，自然的类别。那我现在不用自然类别，我用其他来对风，能不能？在一个从宽的道理上，人家没有说不能。 只是你的意识有没有让人家动容，能不能让人家动心？所以我说最后决战关键，因为我并没有把评测那些摆在前面，我是字数之外，我是意义就摆在第一个。你那个意义要好的对联，这个让人家流传的对联，一定是意义足以让你醒思。你看你们读的那些，不管是西施贤文啊，一句都是从人家的好的句句子里的“向阳草木早逢春 <laughs> ”，一定是好的句子抓在你那边。 再来第三个，这是常常有人误解的啊！对句哦，一定要平啊、仄啊，严谨的当然要这样。现在的人家叫你做对联，你也应该这样。但是万一我只是四个条件结合，平仄不合啊，比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看他的句子都是四个四个，然后“大胆”是名词，“假设”是动词，宽的方式。 小心是名词，求证是动词。好，你再把它看这个细一点，胆是人的部位，心也是人的部位。各位，这类别够细了吧？有没有？然后这边大，那边就小，大小也对了，对不对？你看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好像这个你说它不是对就好像不行。可是等到你用我们的传统的概念的，时候，哎，平仄有没有对啊？ 大胆假设，这这这这小心求证，这平平这，他把它画过去了哈、哦，抱歉，哦，他画一过去应该把它分断开了哈、哦。心也是平生，球也是平生。请问这两句话谁说的？知道吧？胡适。哎，每一个人都朗朗上口，说你做做事情不要畏畏缩缩，很多的学理探讨，你要大胆假设，然后几个假设慢慢排开排开，小心求证，哪一个是最？ 真的真理，所以没有人说它不是对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用文学论文学，当然我们期待字面平仄你都要对，这才是最理想的层次啊。意义是只要好，大家就会传你的东西，所以哪一天你看到人家写对联，啊，就是我们昨天背的嘛，千山鸟飞绝。 哎，奇怪了，怎么要入声韵？因为你平常背的“床前明月光”嘛，你平常背的是平声嘛，人家可以压仄声韵的可以啊，没有说压仄声韵不行的、啊，只是百分之八九十人家都是平声，仄声比较少，少并不是他错啊。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人家在我们说社会公共场域在运用，人家要你写说啊，学校几周年哦，你要写个对联哦，家里春节的时候要贴春联。 务必记得，因为一般人都会用一般的概念来看你，所以你就必须要仄起平收、平收仄起都没有关系，呃，只是在贴的时候，你这个语顺一定要特别注意。好，所以我常常在讲，呃，只要你意思好，人家朗朗上口也都无所谓啊。上礼拜有个人问我说：“老师，我是做新诗的，假如我不按照这个平水韵啊，甚至于这个古韵我不做。” 我要用我们的现在 “boom boom boom for” 有没有这样的运输？我说有啊，民国二十年，我连年代都要记下来。嗯，早年就看那个“中华新运”，出发的发，到家的家，你就可以压在一起。可是现在你绝对不能，出发的发叫做“发”，它是入声；到家的发是“嘎”，它是平声。没有写仄声去压平声的，现在是区分开来，知道吧？我们现在。 讲的韵一定要用唐宋那时候的韵作为最高的标准。我讲过啊，在一个大前提之下，大家都会接受。就是你这个诗如果讲到了别人没讲的创意，讲到了动人家的情，或是以理来说服人，足够了，大家大概都会从宽接受哎。但是这样的作品，实在讲并不多。 哦，oh, 一般来讲都是要教你拼起这这起平起仄收、仄起平收、平平平仄、仄仄仄一一一定用这种角度来检验你。尤其你在习作的时候，如果说做一首律诗，你就没有其他考虑了。这个律师是唐宋以后慢慢发展，其实是从魏晋慢慢调整出来的，所以你就一定要跟着他的方法做，不然人家就会觉得说你不长进，你根本没知识。哎，好，我们看第四。 各位，你知道这个在诗里头这些句子，其实老早就有，但是要不要变变成一个规矩？比如说，我们那么多人在作诗，很可能是我的一千首诗里头啊，突然有个对句评测是完全一样，三个条件结合，评测类别不合。各位，我刚才已经说了哈，评测不合，这边这这，你你刚看刚刚的哈。 这个大小都是仄声，假设求证，那个假设的设仄声，正也仄声，都是仄起仄收，很奇怪。然后色如横的看过去，就是现在是摆横的。大如果是仄声开始，色又仄声结尾。如果你说仄起，上一句的最后一个色是仄声，下面一个求证的证应该平声，它还是仄声，根本没有对联的概念，知道哈？可是字面它是对的。 你看那个胆跟细，大跟小，假设对求证非常公正，所以这是不是他们那些新文学运动，像胡适他们想要尝试？我当然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哦，但是你知道说，哦，这个让人家在一个做学问对于中国人的启发，在一个民主社会的时候，要对一个事情呢不要迷信，要破除个你要怎么办，要怎么处理事情的态度，他讲的蛮好的，所以我们几乎都能够朗朗上口。 各位，下面这个就是那个平仄也不合，类别也不合。比如说“凤箫声”都不但是不合，哎，大胆假设，这这这这至少他的第二个字“胆”更心”，一个是这对平，有没有看到？那个那个求证的“求”是平，假设的“设”还是这？至少他还有两个平声字，他们缓和。可是你看到第四个例子，辛稼轩的清《清怨》。 凤箫声动，这平平仄；玉壶光转，这平平仄平仄，完全一样。请问它算不算对句？各位，你看《青玉案》，你就知道“东风夜放花花千树”啊，它本身就是一阙词，就是词。我说过了，如果你要完全 follow 诗的那个规矩来走，词自己不创造规矩。 那你就算是诗的附庸。所以刚开始词要发展的时候，包括了杨柳枝啊，包括就是“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它跟“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你要说这个七元在一起，这不像七元的诗一样吗？可是因为它可以唱，有人就说这是新的不同的东西啊，应该是个呃呃乐府啊。刚开始谁都不愿意认认认定，很多人要轻视新的诗体。 比如说诗发展的时候，有一个新新的体制要跟他挑战，啊，要么就是啊诗余啊那个诗剩余下来的，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是很不尊重的独立的词这个体制。各位词有了教训，请问元曲，他能不能宋代的词人能不能面对新兴的元曲，又不能。 这个词可以唱吗？这个曲也可以唱吗？它就我词余，<laughs> 知道我的意思啊。词诗独立的时候，词要找他挑战；诗人就是诗余。词独立的时候，曲曲家要找词挑战，你叫做词语。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书啊，看到了词语讲义，各位绝对是谈词的还是曲的？曲的。 知道哈、啊，诗与讲义谈什么？谈词呢，很有意思。这些译称哦，在一个朝代的一个新的文体要独立的时候，常常都会面对这样的严峻的挑战。可是一个人做，两个人做，三个人做，就能心新诗。当时大家也不敢一下突破。你说这个新月派那些徐志摩那些，呃呃，这个胡适他们的新诗，至少他最后那个韵还在守住。到最后现在。 啊，有诗的兴味就叫做新诗，韵不见得要有。我们现在写白话诗、现代诗的人，他呢，哎呀，这个有诗的意境啊，有诗的感触，就叫做新诗。你问他韵在哪里？没有，连连我们现在中华新韵讲话的韵也不要。所以有一些人又开始忧心，如果没有韵，能不能叫诗？所以新诗在独立的时候，他强调一句话是。 横的切割，纵的切割，横的移植，把旧有的东西全部把重的东西我不要。我们常常讲嘛唐诗宋词元曲，那民国就是民国新诗嘛。可是他不要，我这个诗就跟你不一样。我要直接从西方把它移植上来，所以换句话说，凭着也不顾了。然后这个对对对对等要整齐的也不要了，哎啊，然后运，刚开始还不敢，慢慢开放的时候运也没有了。可是非常有意思，很多的。 新思的作家，等到有一天他自己在读这个诗，然后再读读古诗，读熟了，也总觉得这个诗少了韵，欠缺的什么东西。所以后来很多的心思，包括余光中先生，你看到最后他的诗，他就哪怕是中华新韵口语练起来，他在某些地方他还是很自然的押了韵，虽然他没有告诉你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你要怎么样，一定要押韵，没有这样心思，没有这个规矩。 可是他就自自然然就这样来，所以这个我一直在想，没有韵能不能叫了？不然你就去找另外一个名词嘛，就好像日本人写了一个短短的，我叫做排歌，知道意思啊？另外取名字就好嘛，不要叫诗嘛，诗我们传统从《诗经》上来，唐诗都已经固定的印象，你又不押韵。我开玩笑的说，如果诗独立的时候词。 被叫做私鱼，词独立之后取被叫做词鱼。那请问，民国的新诗要独立的时候，这个取谈应该叫它叫什么鱼？取鱼？哎，真是有意思啊！如果你要重的程序，大概就会这样搞。可是它切割了，不要。哎，我们要新横的遗址啊，所以这样告诉你就是，对各位来说哈，就是。 哦，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有这样的对仗啊，哪怕是到词的时候，哎，我们还有一个，我昨天讲说，为什么讲字数啊，甚至于句数，在诗的场域都要都要讲究对对齐。可是我说不整齐的美感，一个人做了以后，在一个人在做，三个人做，四个人做久了以后，美感就出现，就好像说我的词是长短长长短短。 上面长长短短，下半片也长长短短，两个长长短短摆在一起，大体的结构不就是整齐了吗？所以啊、哦，你要知道，从宋词开始也有三个对仗的，我们元元曲尤其特别多，我们就叫做鼎足对，知道吗？鼎足，三句一起对，知道哈。所以一个文体产生。 可以承袭前面的精华，你就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省去好多的冤枉路。但是你要走出自己的特色，那就要开开始建立我自己的新规矩啊。所以你告诉我说，呃呃呃，作诗啊，你要平平平，这这这这这平平，哦，要如何呢？我词常常就不一样。你告诉我说要两两相称，我很可能前面是三句，下面是三句，往细上不就是七七七七七七,七吗？ 你们啊，惋惜煞啊！这个词，你们词读过哪一阙？我来举例啊，《忆江南》好了，江《江忆江南》读过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你看三个字，五个字，“日出山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你看整个篇章结构，前面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中间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两句，哎，很忽视的样子。 偏偏他留下一个余波，能不忆江南，变成五个句子组成一个篇章。我们诗绝对不是哦，要么就是四个句，要么就是八个句，要么就是十二个句，知道吧？这样子下去都是偶数偶数句，绝对不会有奇数结尾的。你看，词在篇章结构上就想办法突破它。哎，可是你如果会背的话。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你看，我跟他一个三个字，五个字，就跟你词那个诗的五句五句，五言一句七言一句不同。可是人家就说了，开玩笑，诗也有不是五言七言的、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有几个嘛？可是请问，那是不是叫做规矩？ 就是说他那个不整齐，是不是说李白你做这样，这个王维你做这样，杜甫你做这样？不是啊，《将进酒》你看出来，没有人的《将进酒》做起来是一致的，因为《将进酒》在汉代是个饶歌曲，各位欢的什么咚咚咚锵，那个饶个一个金字旁这个尧舜的尧，锵那个东西。 所以这，所以这、那个《将进酒》歌的就请喝酒，请喝酒，绝对大家一定是很嗨嘛？哪里有时候平平平这这这这,这平平，那么规矩的？所以他的没没有固定的规矩给你填，只是哎，你听了喝酒的时候，你这个歌唱的比较长，哎，有这个节奏感，我就帮你填词诶。哎，这个歌你听的，也许我今天的聚会时间是两个小时比较长，我《将近就填的比较长，《将近将近酒》在我们这边讲《将近酒》哈，内地讲《将进酒》。 啊，我看就是请喝的“枪就是请，有时候那个“将”，我昨天说过是个助词，没有意思啊。有时候未来叫做将来啊，这词性很多。所以，我们你看那个除了李白之外啊，李贺他们去填的《将进酒》，或者是古乐府留下，都是短短的几句话，只有李白特别长。我喝了一杯还不够，两杯喝下，三杯不够，我必须把它唱好几遍才够。他并没有规矩，可是词不是啊、哦。 等到我帮你定了三五七七五，白居易一定要写三五七七五，刘禹锡也要写三五七七五。春去也，多谢洛城人。那个若柳春风一曲袂，重南驿路四三京。独坐玉寒屏。你看三五七七五。我告诉你，中间两个要对句。哦，这是诗的规矩。我觉得有对称的蛮美的，把诗的规矩把它保留。 所以啊，你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小令，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诗怎么样慢慢的演进到曲，很多的文学演进的现象是沉传的，承受突破建立自己，承受突破，不会说一下说翻掉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哪怕是全宋词，一首一首的读起来。 平均最多的字数仍然是五言跟七言，也就是说，它真的吗？但是规矩，它就有很多地方可以突破，这是大致上告诉你啊，但大致上这样啊。好，现在我们开始。那如果说老师，我们要对句，什么样才是我们的基本书《笠翁对韵》？我说你要开始从背这本书。 这本书是以平水运的顺序，一东、二东、三江、四支这样来背，哎，所以我们既然懂得它的每个 tempo，然后我们底下继续要就要知道鲤鱼它的用心，在每个对上，它在类别怎么对，句式它怎么对，平仄它怎么对，慢慢的它是由少而多这样给你对出来。 然后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说啊，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啊，一个是这样啊，你读他的，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如何这般，好像不够，所以我们要知人论事嘛，哈，你要去了解那个人，看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个。当然，我们也说过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白纸黑字的东西，如果没有经过了千年的考验。 或者说，大家这样流传下来，啊，颠扑不破，你随时都可以挑战它，没有关系。留下来的经典，通常是经过多少人的挑战，颠扑不破留下。啊，就好像我们的四书五经等等，就变成了不不过你要修齐治平的哪一个原则，它都可以作为你好好奉守的规律。那么，利用对韵，就是所有诗词曲。 你要作为一个闺女的时候，你的入门功夫，李渔这个人，一六一一到一六八零，你就知道是清代的初期啊，刚刚清初，因为明代是到了一六多少年嘛，啊，刚刚开始。如果你从南明开始算，后面的这这二三十年，哎，不然这个到一六呃三几年那个这个明代就没有了。我在。 我在上那诶，我那次在上那个我们的知识的那那个单元，有没有告诉你他们的交叠？我们没办法截然的切开哈，这是蛮痛苦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究竟清代你说要从什么开始？明代什么开始？诶，皇太极开始来算清代吗？可是那时候你知道明朝灭亡的时候，他还有余波啊啊。 所以我那个西演的年代，我记得上一次我有稍微切一下那个年代啊，没有没有关系，我就记不起来。大概就是到的一六二二几年或者一六三几，大概就是呃明代开始，所以他是明末清初的人啊。那清代的时间，如果你算的话，大概是一三一六三几或者一六一六四几是一个最客观。哦，刚刚从那么东北要入关那时候开始整顿，还没有整个大部分的江山还没有。 大部分被你拿到了，剩下南明甚至逃到海海上，甚至有跑到台湾，啊，那时候你当然可以说是鱼波没有算。可是再为明朝来讲，哪怕我有一块地存在，就是我的权力象征。所以知道我说画断线的棋，非常的麻烦的一件事情啊，这就让史学家就弄。大概我们可以说是一六四零以前，大概明代都还可以；一六四零以后，大概清代啊。所以你就用这样的看法来看，它正好是明末清初，一六一一。 那时候绝对是明代，啊，然后一六八零绝对是清代了，啊，那明代连海上南明，啊都没有了，嗯，好，哦，你大知道，哦，原来是那个时代的人出名仙女，后来改名，本来他叫李仙女，后来改为鱼字泽凡，请问他的字号跟名字有没有关系？我们先不，我们先不讲他改名哈。 他爸爸跟他名命名叫做李仙女的时候，他的字号取得好不好？仙女，我是仙天上的仙，跟仙作伴的。仙是平身，女是仄声。所以他父亲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字泽凡。这他是一个入声；仄声。 凡就是平生仙女平仄，则凡这平，平仄对了没有？对了，好，意义仙女天上的仙被下放到人间来了，则凡，所以这老朵郎哦，这个爸爸还是有学问的、哦，只是我跟告诉你过哈、哦，你跟小孩子取名字哈、哦，有时候就不要太取那个负面，什么贬谪到人间。 你的儿子还没有发迹，你就要他贬谪到人间，好像注定他一辈子好像官运不通的样子。假设古代读书人必须要来那样的话，诶，我记得我在呃昨天还才结束的时候，我说苏东坡不是找他小儿子开玩笑吗？苏顿他就马上顿了。所以我在想，后来改名字啊，恐怕也是这样想。刚开始也许爸爸讲：“哎呦，啊拜佛的快乐是神仙，如果你是神仙的话，你怎么到凡间投胎在我的门下？”啊，就折凡。 这就好像从李白这个地方想天上折仙子，知道吧？就仙女跟折凡的概念来看，这个名跟字都取得非常的有观念啊，平仄也取得蛮好的。好了，后来改名字，我讲过号就是自己喜欢的，改名字叫做鱼鲤鱼。各位你知道补跳大鱼小花哈？你们唱过吗？在海外。 白浪滔滔，我不怕，掌稳多儿往前滑，撒网下水，到渔家，捕条大鱼，笑哈哈。所以啊，名词的鱼我们是那个 fish，我们是不会加三点水。鱼家、鱼人、鱼，我们就会加三点水。好，所以你加了三点水，他说：“哦，自号湖上笠翁。”请问，湖上笠翁跟鱼有没有关系？ 有嘛？渔夫嘛？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嘛？所以人家取取号还是有想过的哟。哎，渔跟湖上立翁，好，你就可以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喜欢被束缚还是逍遥自在？逍遥嘛，渔樵嘛，对不对？哎，一蓑烟雨任平生呢、啊，喜欢这样过。 好，我们先知道这样，我们等一下慢慢看他的个性。说是浙江兰溪人，各位这个地理呀、啊，我告诉你哦，你看到兰溪，你就会想到什么？兰花。各位在全中国，他们非常自诩的说，我这个地方就是兰花的故乡，浙江湖州。 福州有水有山，空气还不错。那个空，那个你知道，兰花是要非常干净的花，你不能用溺水，绝对养不好。你的水太多了，太脏了，它也不行。所以兰花不容易养，哎，然后也不要太多的肥。啊，这有空我再跟你谈。所以这个兰溪，兰溪，你就知道那那个兰花沿岸一定是。 哎，欸、我们今年台南的兰花好像三月四号到十几号要兰展了，基本上在在后壁啊。我讲过是成功大学办，我不晓得你们会去看兰花吗？如果没有，你们就赌兰花的事。我下一次有一部分会介绍梅兰竹菊，因为《笠翁对韵》提到了，我会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梅兰竹菊是到明代这个名词才出现啊，《岁寒三友》前面就出现，呃，下一次碰到再说。 你们都好期待，因为我这句话不知道说了好几遍。说从小就非常聪明，向来就有才子之誉。各位可见他小时候，他爸爸也许看这个小孩一出来，看看面相，看一看生辰八字，像一像，恐怕是天上的仙下来啊，你到人间来。世称李十郎，当然排行第十，在古代啊，很自然的事情，就好像记十二郎文，就是一个人怎么那么多？有时候不是啊，他是一个家族排列。 哦，堂兄堂弟都算一起这样排列的，啊，所以有时候李十郎并不是他爸爸生了十个小孩，当然也也许有妻有妾，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他家族，我没有去考证他啊、哦。鲤鱼的脸谱可以去看，他就不叫李十郎，出身药商家庭，你看药嘛，对不对？在那个年代，你能够开个药局，啊、呃，救苦救难啊、呃，救一些苍生，大概是环境很好，富饶。好，看了没有？家设戏班。 啊，这个就是他关键了。家里有戏班子，从小就在那样的环境长大，所以我们常讲哦，你家里环境给了你什么，你出来以后就耳濡目染，自然就会有那方面的素养。但是常常有些父母啊，就等于是操之过急了。哎，我是演京戏的家庭，我的小孩至少基本功都要。哎、太操练的结果。 你可以看看，好多的书法家的后代，好像书法都没有名了呢。诶，我一些朋友，我们中文系有很多的写书法写得很好，常常逼他小孩从小拿入，然后到他要长用逼的方式的时候就很痛苦，知道哈？每天给我写十张，他妈二十张，那小孩逼的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引引导他进来，告诉他临帖，像我跟小孩在吟唱，我们在互动。 我就说你读书读书，你背你背，我自己一定要先背。他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他一句，哎，他就觉得你在跟他玩，在游戏中，然后他就吸收的东西，一定要用这种嘛。所以，如果你你家有小孩哈，你不会培养的，拿来我当幼稚园馆长，我来帮你栽培一下，保证他们愉快，嗯，保证他们很有气质。嗯，开玩笑。所以，你自然的耳濡目染的 但刚好听都听多了，哦，长辈说看戏要这样看，角色要这样看，如何这般？所以李渔有一本书啊，当然我们讲说《笠翁十种曲》，啊，或是说他的整个那个《笠翁一家言》，他琐琐碎碎的写了《笠翁一家言》，《笠翁一家言》好多的单元，比如说《闲情偶记，最有名的，我们一般来看就是《闲情偶记，那里头就有一这个章节专门告诉你怎么来看戏。 哦，oh, 你恍然大悟，原来他家里是明华园呐、啊，知道吗？台湾很著名，在我们南部明华早年是在北部杨丽花他们，杨丽花算是算是前辈演演歌子戏的了，呃，那那一辈还有更早的人，所以这地方上的戏剧很有意思。现在最著名是我们屏东起家的，就明华园，常常也会来台南公演，啊，所以尔如他就懂。好了，累积了创作跟跟演出的经验。 结果三十岁参加乡试落地，各位你看到乡试就是要去考举人啦，知道哈？要考举人。后来碰到了战乱，李渔从此断了求仕之心。你可以看吗？我刚刚说了，清代如果画来叫一一六四零年开始啊，因为这个正式的年代南切，你就看到二十岁正好一三，有没有看到？就是一六一一嘛，你给他加三十嘛。 正好是清代快要窜出来的时候，明代快要落下嘛，这就是乱离的时代，知道哈、啊？你这样一算，就哦，原来这样，断了求是之心，我究竟要考明朝的公民啊？清代入关，公民的路子还没有定，也许科举还没有考，那时候都是读书人非常慌的时代，不知道怎么办啊？到了顺治八年（一六五一），移移居到了杭州，跟当时名流交往甚密，他的戏曲小说。 很多都创作于时这个时候，你看他有《利翁十种曲》，你可以想想。哎，各位，一个曲不是一篇文章啊、哦。看你创作是什么曲啊？你是北剧还是南南戏哦？如果你是北剧，但四则戏加上一个谢子啊，比如说《窦娥冤》，知道哈、啊？第一则、第二折前面有个谢子，一个木在那谢字。子。如果南戏是一出两出啊，不得了，有时候四十几出、五十几出啊。你要演一出一出南戏，恐怕你要。 演演个一个月，也看看能不能演一个晚上，能够唱唱那么两出戏都不不得了。比如说《牡丹亭》，如果你要单独演一个晚上，大概《游园惊梦》大概就演完了。你要把它这个整个《牡丹亭》演完，你就好好坐在那边，天天这样，每个晚上好四小时好了，看看一个月能不能演完。所以南戏就像排场什么都结构都大了啊，所以你不要十中举，不要以为他写十遍不是这样，而剧本好。 他说：“由于文明正大，后来又组织戏班子，看到、啊、专门是演出，所以一些达官众请他演戏，足迹遍及了大江南北，览尽了九州风光，也使他成为非常有资产的戏班的班主。怎么样？所以我的家庭环境不错。可是有些人在戏班子长大，如果你早年呢、啊，对于人都有一种呃类别的区别，演戏是非常受到人家歧视的。” 常常说什么什么无情，什么什么无意，其中有一个就是戏子、哎，非常不公平。现在不得了了，哎，我们台湾的歌仔戏经过曾永义院士，啊，我的是我的这个老师辈的人，但是没有教过我。他跟我同一个师门，都是郑谦先生的学生，所以他一直叫我师弟师弟，哎，我都一直叫老师老师。曾老师是我们台南将军人，拿的学位是台大的博士学位，可是他。 写过的剧有歌子戏，有昆曲，有京戏，你可以看看。就经过他跟许长会这些前辈，民俗我们有民俗曲艺的一个组织，辛苦的十年。你现在如果要看歌子戏，宜兰人当然会说歌子戏故乡在我们这边，有个传统艺术什么人就在宜兰，他有一个呃建筑物，然后就专门展览这歌子戏的源源头等等等等。 叫做戏剧有三个元素，叫做曲、科、白嘛。曲就是唱嘛，科就是动作嘛，知道哈？科班那个科，科就是动作，科班就是这样来嘛，在这个班呃动作班里头讲科班。把，曲科白就是道白，有旁白，有暗白，什么白不管白就是说话。好，如果这出戏是充满动作的。 充满笑的动作的戏，我们就充满笑科的电影。到了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圣祖了啊，世祖圣祖，圣祖世祖，因为是太宗世宗先祖啊。然后他从杭州迁到金陵，各位到了南京。一生虽然才华横溢，跟仕途无缘，留下许多诗文、小说等等戏曲画作。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剧家、理论家提出完整的戏剧理论，被后世誉为中国戏剧理论始祖，也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中国人有没有意思？中国人有没有意思？接受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中国有没有悲剧这个事情？中国有没有叙事是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没有，我们就承认没有嘛。可是中国的学界常常就不愿意这样承认。你有悲剧，我有悲剧啊！你看我的什么人就是跟你们的悲剧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我等下告诉你答案。你想一下，我们有没有悲剧？我们究竟是谁能够跟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我们有哪一个剧作家是跟莎士比亚同一年过世的？同一年在那个世纪上发扬光大了？ 预知结果如何，请听二十分钟分解。<laughs> 下课。